我是刚关列车长的2014年12月20号，然后基隆站终点站基隆给狼1110次哦，然后看一下哦，7:11，还有是1110次南港发车就去看一看哦，基隆的营地是小三民宿。用九零三千的，耶！金龙站到了。如果小明跟马掌门都说金龙站，就往前看。这是九零三，拜拜。然后这边有两列阿福啊，哎，阿福全员车网了，用7117，有727+728。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如果小明跟马掌门都说金龙站，就往前。嗯，各位支持就让我的九百心。还有基友那个发车就喜欢一些基友，因为你说的小时候没人住，因为我就把新圈了，谢谢各位的点。